Hello， 大家好，所有车市文化、车市新闻的读者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杨浩威。在《爱的荣耀》里面，我饰演的是张元勇，他是一个富二代。然后角色要怎么延续下去，我希望大家从戏里面去了解我。那我因为这一档戏，我瘦身了4公斤，这是制作人交给我的任务。那很希望能带给所有观众朋友很棒、很不一样的戏剧体验。我都这么努力了，每周遇到。每周五，你们一定要准时收看《民视的爱的荣耀》，我们到时见。